这部电影里面的人物有太螳螂、阿波残暴、龟大仙、汉娇虎、林克、俏小龙。这些人物有的特色，汉娇虎做事很认真，阿波很会卖面，龟大仙功夫很厉害，很老，快长狼很快。妈妈就像汉娇虎一样，做事很认真。爸爸就像快长狼一样，做事很快。曾祖母就像龟大仙一样，很老，很有智慧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记得。